他在叫你上去。爸妈，对不起，这次是我的错，我写了保证书。 你二位看一下。佳怡是一个从小吃药都怕苦的人，现在手上的针眼密密麻麻七八个。 他受了这么大的罪，你就轻描淡写几个字，想一笔勾销了？我是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我很后悔。我现在我巴不得我自己替佳怡受苦。替佳怡受苦，这种话，你也就是嘴上讲讲好听的。我们又不是黑社会，我们又不能打你。那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二位才能原谅我。其实很简单，除了这份保证书，你再签一份婚后财产的补充协议，直接写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归佳怡所有。怎么，不敢签？ 爸妈，保证书的意思就是保证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我们没必要闹到离婚分财产这种极端的情况吧？既然保证绝对不会再犯，那么这种极端情况也就不会发生了。口说无凭的，总要让你付出点代价。 去吧，让他学学怎么做个好老公、好爸爸。等等。
魏明，你给我记住，要是你再让嘉义受半点委屈，我不会轻饶你。放心吧，爸。 不是我马后炮，如果当初你对江启提供的数据多一点保留，应该就不会是像现在这么狼狈了。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男人跟女人之间没有办法百分百的了解彼此，但是女人之间可以，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星球，拥有同样的语言。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听上去怪怪的呢？这几天委屈你了，都是我的错。婚姻就是两个不同的人，成为彼此人生的一部分，要用一辈子去学习如何接纳对方。 未来的路很长，看在宝宝的面子上，别生我气了。下面欢迎 Matthew L. Sasser 上台演讲。 我们现在要转变一下思维，要从方舟的这个算法转变成 LIA 算法，那主要要看一下表征空间、评分函数、编码模型，还有辅助信息。林总。 希望跟您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小银和 LIA 的那个合作已经初步确认了 ，LIA 的 PP2 呢和西米是竞品，但 P3 还需要时间升级，所以咱们西米肯定可以抢先机的。你的报价单我批过了，拿给财务就行。好的。厉害呀！ 能被 Matthew L. Sasser 看中的都不是一般人啊。其实啊，参加这次专题会的有几十号人呢。
我技术肯定不是最牛的，然后小莹的规模还小，但是她还是选中跟我们合作。我怎么有一种中了头彩的感觉？ Matthew L. Caesar 向来注重的是创始人的视野和创新项目的应用前景，这两个能够共同决定这家公司走多远。你怎么好像很了解他似的？哎，这不是名人吗？硅谷到处都是他的传说。哎，我今天晚上订了一个特别好吃餐厅，怎么着，咱们庆祝一下？嗯。没。Hi, Matthew. I already have a reservation in Margaret at 6 o'clock. Okay. See you tonight. 什么情况啊？说说吧。所以你俩早就认识。那所以说我能参加这次专题会，然后能获得大牛的青睐，升级 P3 算法。包括能跟 LIA 谈妥合作，又是你的友情援助。你笑什么笑啊？这件事情很严重，你给我说清楚。别吵吵行吗？我正开车呢，咱们待会儿到地方再说啊。你不然现在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啊。虽然你们俩已经见过面了，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重新介绍一下 Matthew。 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五年前我在硅谷创业很惨，大概吃到了200多家公司的闭门羹。那个时候我真的决定要放弃求生欲了。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人，变成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伯乐，他就是 Matthew。 现在呢，在中国我是他的中文老师。 I told her you changed my life and now I'm your Chinese teacher, right? Right, yeah. I'm sorry, but Su Yu asked me to keep the sense of mystery around you. I see, that's his style. Oh, thank you. 虽然我跟 Matthew 是老相识了，但这次想给你专题会邀请函的不只是我们两个，还另有其人，所以我可没有坏规矩哦。什么意思啊？林霜。戴玲。戴玲，林霜。天哪，好久不见。是啊，当年你从方舟走了之后啊，我也辞职去了硅谷。我在硅谷摸爬滚打了3-4年， Matthew 先生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2个月前我刚回来，没想到就听到了你好多的传奇。哎呀，什么传奇呀、啊？那不过是被逼上梁山，背水一战嘛。来，我们坐着说。Hey Daisy. Hi Matthew. Hi. Hi. Looking good today, huh? Thank you. 当年你从方舟辞职的时候啊，我就猜到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不安分。如果时光能倒流啊，我一定听你的劝。你现在不是很好吗？就像你当年自己说的那样，无论选择走哪一条路，都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right? They said everything happens for the best. Exactly. There's one thing Xu asked me to help to clarify. Although I trust him and Daisy a lot.But the thing that moved me is not my friendship with them, but your excellent tactical capabilities. Thank you. Yeah, and you know, you're not the same with all these internet entrepreneurs out there. You're a person, a romantic person with feelings. I know they say feelings cannot make money, but trust me, enterprises without feelings,They don't go far. Yeah. Am I right? Yeah, yeah. You're right. Let's have a drink. To us. 哦，对了，今天我可不是来蹭饭的。我有个新项目，愿不愿意一起合作，一起走得更远 ？Okay.
Wow, you know Chinese. You are my best student. You are my best teacher. Cheers. Thank you. 谢谢你啊。谢我什么？谢谢你在我分身乏术的时候，不止给我送外卖，还默默地照顾我的家人。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不只会用激将法，还一会儿串通 HR， 一会儿串通家政阿姨的。谢谢你，一面要帮我，另一面还得小心翼翼地呵护我的自尊心。哎呀，你这么说起来，我还真是挺忙的啊。哎，你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情景吗？记得，你抢我鸡腿，你把我气门心。这件事情充分证明了，你从小就欺负我。你能怪我吗？我那个时候好好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结果你来了，连个鸡腿都跟我抢。饿了吧？再等会儿。来了。哦，哎，鸡腿，顾雪。看看，这就是顾雪。哎，这是你阿姨。阿姨好。您好，您好。这是我女儿林霜。林霜好。好了，顾雪，以后到林老师来，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别拘束啊。对对对。自己拿椅子吃饭。霜霜，你帮顾雪拿凳子啊。哎呀，自己来自己来，给顾雪盛饭。来，坐吧。顾雪，来，不够了再盛啊。来。睡，谢谢阿姨。来，快走。那顾雪啊，刚转来我们学校没多久，就当上校团委书记了。哦，是吗？哎呀，双双，那你可得向人顾雪好好学学了，不然啊，你这年级第一的位置可就不保了啊。加油，加油。顾雪，听说你的数学特别厉害，这次去奥数考试是第一吧？这像给客人。来，顾雪，吃鸡腿，吃鸡腿。什么区奥数比赛，市全市第一。哦，不错不错，快吃。来来来来，快吃。加点青菜。对。那几年啊，我们真的是一路打打闹闹过来的。那时候咱们俩就像两个小孩子一样，我心智未开，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会表达，更不懂得珍惜。我就是故作成熟，假装大人，假装自己什么都懂，结果这一绕啊，绕出去好远。人生的前半程好像谁都是晚熟，如果我要是早点成熟，能够卸下无用的骄傲，收敛浮躁的心气，趁早把握机会，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可惜啊，人生没有如果，也不存在假设。你说咱们现在走在这个校园里边，有没有点像人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敢不敢去学校的台球室比划比划？你先。手臂、小臂还是要夹紧一点，然后头。
口要再正一点，下巴脑海中刚放在下巴，闭上眼才能靠近。我仍记得你，你触感动作不完整是会造成动作变形吧？你行你上啊。你的每一次触感都要考虑到下面几杆的打法，我需要这个白球接触完目标球之后再继续向前移动的话，我呢就会去打这个白球的上半身。试一下，爱的人在看你的站位往这边拼一下，手这里就错过。你为我下雨，我为你撑伞吧，不要想与某个时间差，从没属于过我呢，要拥抱快乐，学会遗忘的问题你都不回答，是坏了吗？如果我们两个恰好都晚熟的话，那晚一点相遇又何妨呢？我仍记得你的温度，却无奈装。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早一步和晚一步结局会完全不同，但如果你终究会来，那么晚一点也没关系，我们早已褪去青涩，各自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在最成熟的时候遇见姗姗来迟却恰逢其时的你，那闪闪发光的你，拥抱来，你爱的大虾。还有呢？大虾是我喜欢吃的牛肉。好了，那我们就买这个牛肉块，那今晚就做一个大虾牛肉堡，好不好？耶，大虾牛肉堡，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啊？可黑暗吗？妈妈喜欢的酸奶，那就做大虾牛肉酸奶堡，好不好？成交，说好了，我今晚做出来，你可不许不吃啊。说好了，你俩吃啊，我可不吃，我去准备一个泡面。你这算犯规啊！我跟你说，别跑啊！这儿，我要黄桃罐头。黄桃罐头，好嘞，黄桃罐头一个，你还要吃什么？哎，那个你别动了，我来帮你吧。谢谢啊，没事。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佳怡阿姨。你一个人来的？哦，魏明他加班临时有点事情。你这推车挺重的，要不然我帮你推吧。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那行，那我们先走了。嗯，好，拜拜。我们还想吃什么呀？你放着汤圆。是汤圆啊？汤圆啊，还是黑芝麻馅的，是不是？哎呦，小淘气包，小心点脚下。哎呀，走了，走了。打不到车吧？这样，我还有别的车跟司机，我先让这辆车把你送回去，正好司机可以帮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楼上去。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其实平时都是家里阿姨陪着我出来的，只是她今天家里临时有点事请假了。没关系，你这种情况还是要小心一点的。那我给另外一个司机打电话。那就谢谢你们了。小事情。你最近都还好吧？公司业务开展的顺利吗？之前遇到了点小状况，
小莹被方舟踢出了局，不知道魏明有没有跟你提过，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跟 LAA 谈妥了合作，最后顺利就好。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呦，都掉地上了，飞喽！哎呀，好厉害呀！哎呦，看我一个手都能抓住，飞喽！林叔，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现在开始有点理解你了。有些事情吧，你身在其中就感受更深吧。你看，像我，没有过去的经历，就没有如今的我。但是现在，我反倒觉得更轻松自在了。面对一些未知，我也不再害怕了。因为该来的总会来。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上车吧。魏总，我来。魏总，合作愉快。慢走。老婆，老婆，一顿酒就把客户搞定了。我总算明白一个道理，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我给你和孩子买了跑车，下个月就提车。你哪来的钱？不重要。会议内容准备怎么样了？马上好了。好。哎，听说了吗？公司要收购 LA。之前听董事会开会讨论了 ，LA APP 做的用户画像跟公司吸引的受众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与其花精力去抢市场，那不如买个现成的呀。听说啊，这次也是力排众议通过收购案的黄总是吧？哎，我估计啊，就是给自己女婿铺铺路，谁让这次魏总是收购的牵头人呢？魏总，您的文件到了。包给我。哦。看来啊，这个小莹和 LA 的合作泡汤了。哎，我听说，这个小莹的创始人好像是魏明的前妻林双。真的假的？我觉得到时候那时候到时候再算一下，是吧？你看这边的图是吧？哎，老大呢？你们看见了吗？怎么慌慌张张的，整得像出大事儿一样？真要出大事儿了，方舟要收购 LA 了。什么？你哪来的小道消息啊？千真万确，方舟刚刚证实了。方舟收了 LA，LA 的 PP Two 和方舟的西米就会从竞品关系变成同类型的业务合并了。那也就是说 ，LA 不再需要 P 三算法的单独支撑。老大呢？老大知道了吗？他今天没来公司啊。他连打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老大不会想不开跳楼了吧？别乌鸦嘴，你在这等着我。有老大消息跟我说。出事儿了，方舟收购了 LIA，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你知道现在在哪儿吗？方舟要收购 LIA，
LIA 的 APP 皮皮兔要和西米合并，顺势而为。但这样一来，林霜和 LIA 的合作也没有下文了。那没办法，证明他的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该不会是你干的吧？方舟早就有收购 LIA 的意向，我只不过就是顺水推个舟而已。顺水推舟？你知不知道这对林霜、对小莹会有多大的影响？商场无父子，难道我还要对一个前妻讲什么情面？你敢说你没有掺杂私人情绪？没错，我就是要公报私仇，那又怎么样呢？你卑鄙！林霜毕竟是小苹果的妈妈，跟你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你竟然这样对她！你不要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胡思乱想，再伤到了孩子。你别碰我！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变成第二个林霜。我没你想那么坏。林霜和江喜一直在背后算计我，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发现的早，那死的人就是我。他们有今天就是自作孽不可活，配不上你的同情心。你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现在倒是很好奇，林霜和江喜他们现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去的？说到底了，不就是围绕着我展开的吗？他们的友谊经不起一点点的敲打，什么姐妹情深，友谊地久天长，我不信，你信吗？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老大呢？哎，马丁，你没事儿啊？没事儿啊，你来了正好一起吃火锅。不是，那 A Y A 的事你们知道了吗？早知道了，准确的说，早就预判到了。和你，哎，马丁来了，哎呦，来的正好，可有口福了啊！今天吃的是老北京涮肉，坐坐坐坐，别客气啊。那不是江喜，到底怎么回事啊？基于对人性的了解。看着你来，是否来？我就不知道数据会有问题。我相信，错不在你，你不用自责。看来我们都还是小看了魏明这个人。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想怎么解决问题。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他是不可能放过小莹的。我们这么办，为了保密，这件事情最好只有我们俩知道。其实除了方舟 ，LIA 也找过小莹，谈购买算法的事情。所以 P 三再不济，也是不愁卖家的。关于 P 三，我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第一，我们已经正式跟 Matthew 展开了合作。第二 ，P 三真正的目标客户，并不是 LIA。据我所知 ，LIA 的 PP Two， 并不是 P 三的最优解。而我们公司最近有一个新项目，名字叫月薪，我觉得应该可以和小莹合作。林霜，让我捋捋啊。所以 P 三的升级算法开始的目标就是带领公司的产品月薪，而魏明费尽心机收购的 LIA， 只是小莹放出的烟雾弹。嗯，
理解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了？惭愧啊，我也是前几天才看出端倪的。那行，那我心里平衡了。不是，你们俩女人也太能演了吧？我还真以为你俩掰了。他们俩呀，就算是误会，也是一时的，友情才是一辈子的。来，咱碰一个，为我们的友谊干杯！来，干杯！干杯！友谊万岁！哎，给两位女士的特调，无酒精的。对吧？好喝，挺酸的。还能酸得过我呀？你们俩聊啊，我去个卫生间。你这里面都放什么了？有吗？老板，哎，开瓶新酒。来了。好的，试一下。好的，坐。好，特别好。老板，酒牌。哎，方总，您看看。江喜。隆重介绍一下，全方舟最漂亮、酒量最好的姑娘，江喜。方总，那个我已经从方舟离职了，不在了。对。现在在哪儿包休？哎，一会儿过来陪我们喝一杯，聊聊心意。你碰我，看你的脏手。封上了。啊，矜持，矜持。你以为你在方舟跟魏明那点事儿不知道是吧？我全知道。好好陪陪我，我比那个魏明大方多了。方舟的魏明，知道吧？这谁不知道？知道知道。跟他偷情，就是他。魏明把所有的细节都跟我说了，过程不可名状。我听了面红耳赤。哎，魏明的老婆，魏明的情人，快走，他俩在一起喝酒。哎，着什么急去？喝一杯，喝一杯嘛，多难得呀！我告诉你，咱俩一起喝一杯嘛，啊！走开！哎，干什么？怎么打人呢？哎，放手！放手！截止到今天呢，新米已经上线两周了。虽然广告铺天盖地，但是实际的下载情况并不乐观。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它没有办法和其他产品区分开。与定位年轻女性的新米不同，我们月薪的目标用户是足够聚焦的，它主要集中在25到35这个阶段的轻熟女性。
这个阶段的女性呢，她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愿意为更好的生活体验去买单，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升级自己的衣食住行。另外啊，我们也根据用户的画像，在算法上做了一些效率层面上的改进，以便优化从用户发现到决策到记录的全链路流程。其中的技术呢，包括了数据赋能、工程赋能，还有实验赋能等等。月薪将在2周后正式上线，我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打赢和西米的这场硬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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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妈。嗯。你这汤怎么煲的呀？一点味道都没有。佳怡怀孕了，太太特地交代过了，菜嘛要烧得清淡一点。你别总拿太太当挡箭牌，你搞清楚是谁给你发的工资，是我。陈妈，你先去忙吧。你到底是因为饭菜不好吃，还是工作不顺心，才没事找事儿？我是工作不顺心，回到家就想图个痛快。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之前你为了让董事会通过 LRA 的收购案，反复套路我爸。没有我这层关系，我爸会理你这茬吗？现在方舟押上重金，西米却半死不活的，是你自己没本事，别把气撒到别人头上。恐怕你的气还不单单是因为西米的失利吧。 P3 作为业内最先进的算法，要和月星合作，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仗谁输谁赢。怪只怪有些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了设计林霜和江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是我老婆，我是我自己，是你心术不正。安静的他呀，不染风尘，他总挂着泪痕，独自欣赏晨昏。经过无数好奇的路人，谁都不忍心前去过问，清澈的眼神透着一丝冰冷。遇见的他呀，那么深刻，他擦干了泪痕，却转瞬又褪色。生命中看似清静的神，请别用怜惜目光心疼。爱上的眼神透着一种坚韧，泪泛着斑驳，慢慢的微光，享受着太阳赐予的温暖。他沿着遗憾缓缓的落下，去拥抱脸上自然的笑啊，他出现，他向前。